晚上妈看你要怎么睡，跟你讲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好不好？啊，等下再给你吃的，你不要无奈好不好？你怎么转这么回来？在干嘛？哦，你咬你啊！哦，他没有妈，他会一直找妈，会一直叫妈。我是他的妈。不要啦！哎呦，真的吓死人了！猫抓一个猫回来，他会一直叫猫猫猫啦。米勒，米勒。来。来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咬着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咬你啊！他要咬我，就是跟他说，我乖，打打，我乖，你打，我乖，这样打，你看呢？我乖，打。撕开后嘞，你是咧鸟啊？我是我咧气死啊！气到想要中风，好，看你咯。啊，气死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虾米啦？虾米啦？唔是你啦？啊！你死卡好嘞！你是咧鸟啊？我是我咧气死啊！气到想要中风，好，好啦，别哭，好啦，啊，好啦，出去啊！好啦，没事，啊，快点跪啊！农民弟弟说：“这边诸事不宜。”又失败，换你了，必须，哎呀，虾米啦，不是你啦，你伫咧创啥啦？恁这两个是咧读个派戏哦，花开吉祥，快点跪，紧走啦，哦。你的饭要出来了，去外面，你的饭在外面，去外面，你的饭在外面，好的，你要可以吃饭啊，一分钟就可以吃饭了，你快，饭要出来，你的饭要出来了，去外面，你饭要出来，快点，你赶快下去，快点，好了，宝贝，你下去啊，你不要躺在我身上。你不要坐在我身上，快点！好了啦，快点，连饭饭要出来的。嗯，连饭饭在外面，去外面。连饭饭在外面。你刚刚7点多才吃饭呢，再等一下可不可以？宝贝，可以再等一下吗？好了，你要饿到晕倒了。好，我先拿一点东西给你吃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先拿东西给你吃，好不好？好了。
Thank you.